阿尼。全部马匹准备投档九场赛事三班千二嘅短途赛，第二站前至系四。王琦举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咧就中华万里埋变快，外边咧就仁和嘉兴咧就走咗上去啊。再见到第三位有疑心星啦，内栏第四啊，旭日星粉红衫啊，外边加州得力啊走咗上去啊。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嘅马咧就无限美丽啦，第七位幸运旅程啊，后边五只川河盈区啦、喜莲勇略啊、尾三粉红眼罩就系盈乐啦、暂时电啦、对皇帝英豪同埋超音速嚟噶。去到对面直攞中尾段啊，仁和嘉兴就外边放嘅，咁啊埋边咧就中横万里响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咁啊有内栏位置就系旭日星啊，粉红衫嘅外边系疑心星啊，再后边嘅第五啦，有加州力啦，内栏粉红帽，粉红就冇啊，再后边咁啊有川河盈区啦，粉红眼罩盈乐啦，后边四只幸运旅程、喜莲勇略、皇帝英雄，暂时包尾仲系超音速啊，合正将直路啦，仁和嘉兴放顺咗啊，抛嚟两个马位啊，旭日星响呢个第二位啊，再后边嘅马仲有无限美丽啦，后多层咧出边追咗少少，仲有加州得力啊，最后100米到啦，仁和嘉兴抛离咗两个身位啊，咁啊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，追上嚟就无限米，第三名旭日星，第四名外边系加州得力啊。结果今场赛事呢只仁和嘉兴咬前呢个跑法啦，直路上面出头转啲配备，换咗人咧，咁啊反而更加表现理想，跑第二名无限美丽，第三名就旭日星，第四名外边追上嚟加州得力。飞到马到啊，咁啊 ，Win Pay 啊 ，Q 啊，全线都落飞啊！呢只二号仁和嘉兴啊，艾少礼20倍胜出啊，食个美股啊！跑第二名四号嘅无限美丽啦，潘顿咁啊，第三名咧就系11旭日星啊，田泰安，第四名咧七号加州得力啊，霍宏星，艾少礼咁啊，都攞一份生日礼物啦！哇，希斯真系犀利啊！呢只马。换啲配备，执翻眼罩上去，赢甩咗你添。尾场。翻到嚟睇下尾场嘅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二号仁和嘉兴，独赢派207蚊，位置派34.5；第二名系四号无限美丽，位置派11.5；第三名11号旭日星，位置派14蚊；第四名系7号加州得力，连赢2搭4派175蚊，位置 Q 2搭4派66蚊，2搭11派82.5，4搭11派18蚊。赛事时间1分09秒6，同标准时间系一样啊。睇埋个二重彩，二号、四号顺序派600蚊，单 T 二号、四号、11号派155蚊。三重彩都有啦，二号、四号、11号顺序派1617蚊。佢话攞唔到六宝奖，有潘顿派二。哇！但係突然神勇好犀利啊，都唔係突然嘅，其實今季都好好嘅，係換咗個面盔兩次曳啲。哇！一粒個眼罩咁犀利。咁啊，連馬斯王嘅預計賽果啦，連馬斯編號10號，大衛希斯以30分封王。啊，仲後上封王添，希斯。係啊，今晚贏兩隻都估唔到嘅，有啲都啊，有啲分頭。有時呢只啦，早段你見哇，中華萬里都～
拍住佢噶啦，系嘛？埋甩咗之后，越走越劲。无限美丽，因为落脚越嚟越慢啫嘛，佢可能要加情啊，睇下会唔会稍后啊？豪华房车你马都系可以跑长少少。喐嘅升啊，反而失望啲啊！跟前咗翻嚟，佢好弱啊，翻嚟嗰个第三压，紧紧保住佢啦。系啊，跑多几步，可能加州德力都过佢。但个位置好紧要啊，多飞咁重飞噶嘛吓。系啊，佢一点零位置嗰个圆弯啊。今晚就繼續都啊啲阿禮啊，食幾好啊！小禮又食個尾糊，咁啊再温馨提示大家啦，咁啊嚟緊咧就會喺沙田咧舉行賽事嘅，3月31日星期日啦，開跑時間係12:45，咁啊4月3日啦，跑星期三嘅沙田夜賽，嚟緊咧三個賽事咧都會喺沙田舉行嘅，大家要留意啦。睇睇个四连环月鸡派彩，2号、4号、7号、11号派615元。四重彩月鸡派彩，2号、4号、11号、7号顺序派19,979元。不过艾少礼真系跑放头马真系有一手啊！好多放头马佢手上都好精彩嘅。系。虽然话欧洲师傅有啲喜琴啊，一档啊嗰只。中華萬里，不過出閘冇問題嘅，都爽嘅。其實出得快嘅，而心聲不過跑幾步咧，埋邊報文都係快啲。中華萬里走出嚟啦，開邊係仁和嘉興啦，加州德利開邊慢慢攝埋你啦。喐啊，升啊，跟前咗啊，但係跟前咗翻嚟後勁麻麻地喎。無限美麗早段都係二疊嘅，一攝下攝下咧，嗰只幸運旅程唔夠快咧，直頭攞埋欄添㗎嚇。咁啊，再見到啊，川河營區啦，咁啊，埋邊見翻幸運旅程啦，咁啊，有啲唔規矩就係喜連勇略啦，咁啊，皇帝英豪啊跟佢嘅，咁啊，再後啲咧就見到營樂啦，咁啊包咗落尾咧，就嗰只今次留住跑嗰只超音速喎。其實無限美麗好靚啦，個位已經一早拍咗埋去啊，咁啊，今晚你輸咧就前面啲太強啊，太神勇啊嗰啲表現啊，仁和嘉興啊。咁同埋佢可能再跑落去咧，都要真係上情啦。因為今次你見一爆落咧，佢係逐步攬上嚟噶嚇。咁啊，喐啊升啊，正如 Michael 講啦，可能跟咗前咧，翻嚟又轉弱咗啲咯嚇。因為佢本身都幾尺寸馬嚟嘅。因為你見啊跟啊跟啊，好似中環萬里自己都冇咗啊。前面放得其實唔慢嘅仁和嘉興。幾年勇略慳啲位咁追啲啦。哇！嗰只川河營區都掟得好出啦，同營樂咁喺外邊。每场赛事都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派彩，2搭4派66元，2搭11派82.5元，4搭11派18元。二重彩，2号、4号顺序派600元。四连环，2号、4号、7号、11号派615元。四重彩，2号、4号、11号、7号顺序派19,979元。马步派彩，头关5号或者10号尾关2号派1,084.5元，头关5号、10号尾关4号安慰奖派17.5元。第四口 Marty 派彩，头关3号、5号、10号、12号任何三匹。尾关2号、4号、11号派4,971元。第二口三宝正奖派1,932元，安慰奖搭尾关4号派26元。六环彩就派317元。至於六保獎就派194,185元。
连马斯王最后赛果，连马斯编号10号大卫希斯以30分封王。睇埋尾场分段时间，头段23秒27，第二段22秒68，末段23秒65，赛事时间1分09秒6。咁啊，睇埋今晚九场头马资料啦。咁啊，骑师方面啦，咁啊，班德礼咁啊最胜啦，赢咗3场啊，潘顿都起马嘅，咁啊成绩唔错啦，艾少啦，食个美虎啊。练马师方面平均啲啦，咁啊希斯今晚咧就起马做埋练马师王嘅。咁啊嚟紧星期六咧，越洋转播赛，咁啊晏就有澳洲杯等格锦标赛马啦，夜晚就有杜拜世界杯啊。咁啊，今晚直播时间差唔多啦，多谢各位收睇，我哋星期日沙田马场啊，再同大家赛马直击，拜拜，拜拜。